而且你睇下呢个渔村嘅风光，简直系正啦！喂，李明，你睇鲨鱼仔啊，咁细条就俾人捉咗上嚟，好可怜啊！哇！呢个魔鬼鱼大到两个人都攞唔起啊！经过高人指点咧，原来攞魔鬼鱼咧系有窍门嘅。哎呀，玩到手立立添！每当呢个时候咧，我都会谂起啲好朋友嘅啫。好朋友。喂。合作社的代表哦，他们在叫价，衣服卖给合作社，然后去安排他们那个在叫价。听全峰先生讲，原来几十年嚟呢度嘅鱼都系交由呢个渔村嘅渔获合作社代为出售噶，而且佢哋仲有一套好特别嘅售卖方式。这个我们的这边的白哥，你要买，你要买。叫价啊！不是，他有念经啦，瑕疵的才好。这个是念经的，阿弥陀佛，念经了才好价值了。那他价钱高高，你多少？100块。100块，90、80、20啊？平啊，这样是对的，可以了。啊，你吃这边的虾很平安的。高级的拍卖啊嘛。大拍唔系整个咩啫？系咯，就好似你嗌10蚊。嗌住落嘅人哋好快嘅。80、90、70。系从高嗌到落去嘅。100、90、80、70、60。系。60蚊我就买咗你仔。高刀虾。就是等你听嘅时候，就这个就是你看哪一个选哪一个。听完威廉明嘅水皮叫价之后，等我哋嚟睇下咩叫真正嘅叫价啦。我够亿。一咩？啊，呢啲咧贴住纸仔嘅咧就有人卖咗嘅。哇，你睇呢个仁兄买几多鱼？点解气氛好似有啲唔同咁嘅？发生咩事呢？牛精，我揾到个人可以话俾你知发生咩事啦。两日入边系冇咗货嘅，今日我嚟到咧终于有货啦。之前我遇到边咧，啱啱先翻嚟啫。嗰时候唔知点解咧，突然间冇咗货。所以系我系福星啊。系我哋，所以我哋嚟到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很幸运的一个干刀。对咯，对咯。很多是嘛？这两个月里面比较有一点货咯，差不多两年没有货了。原来成两年冇见嘅间崩鱼翻晒嚟啦！哇，真系好多间崩鱼啊！睇嚟我哋真系间崩鱼嘅黑星啊！对唔住啊，间崩鱼仔。我一直看到他们拿雪帮鱼保鲜，这么多雪究竟哪里来的呢？噔噔，原来他们每个合作社都有自己的大雪房的。好多冰啊，快冻了。你这牛精啊，顾着玩，我们来买海鲜的。海鲜一到手，我们就立刻拿上去楼上的餐厅煮来吃了。柠檬是树，柠檬是树啊，柠檬树吗？的名字啦，可是我觉得高原很可爱耶，很可爱啊，好了就不要改了，很美耶，你们讲美可爱就不要改了，性格，有性格，有意境，意境啊，很有生命力。牛精，你笑咩哦？我觉得唔啱咩？我笑你样衰啫。呢一餐海鲜大餐，我哋都系用蒸嘅方法，咁先可以食到海鲜嘅鲜味啊嘛。哇，连金崩鱼都拿来蒸的，真的好吃到停到口啊。吃完海鲜餐，全福先生还带我们去买这里出名的土产虾饼了。这里的虾饼都是用新鲜的虾来制造，绝对不像市面上用调味料整出来的虾饼的，所以绝对可以放心买回去做手信。欢迎8块。加这个猪头。怎么好离开你？谁能够将我收起？可不可？他说你
两日嘅行程喺高原嘅人对我哋好好，好热情，令我哋感受到高原嘅人情味同埋高原嘅美。可以睇到呢度啲人都好爱高原，唔系得把口讲，而系身体力行，用心去推广高原。这份爱护自己生长地方的态度，实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而且这次来高原给我很多的初体验，第一次坐咁有型的三轮车，第一次吃清蒸的简蜂鱼，第一次在海中央坐胶桶，八爪鱼啊，当然不少得第一次在大海中央捉八爪鱼啦。第一次来高原就可以留得咁多难忘的回忆，所以真的很喜欢这个这么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的。高原，我一定会再来的。现在我们不用去到纽西兰就可以感受到牧场风情了，还可以同时体验很多不同的户外活动。看你明真的有趣啊，真的有趣啊。这个咁靓又咁好玩嘅地方就喺由佛州居连嘅 UK Farm。想知多啲就一定要睇每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系 ETV 播出嘅 DJ 游记啦。如果想好似我哋咁玩，咁你可以同翻游志 www.fantrailmag.com 同埋长青假期有限公司 greenholidaysaba@gmail.com 询问详情噶。更多嘅文字报道就请浏览 ePod 杂志啦。